以为双型最划算的东西都在李佳琦薇娅的直播间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凭着本金牛座的省钱直觉，继续给你们挖到了一大波漏网之鱼，全都是半价甚至更低。今天的视频就是李佳琦和薇娅都遗漏的双十一半价清单。多芬洗面奶平时它已经够便宜了，双十一它居然两瓶160毫升的泡泡洁面，再3支30毫升的洗面奶，一共只要79块钱，算下来差不多3折。找舍友拼一拼，再参加一下满减活动，那算下来差不多就是骨折。知幼泉彩色眼线笔买一送一，相当于半价，再50毫升的卸妆水，不用去纠结啊，我应该是选亮一点的颜色还是选低调一点的颜色？年轻人嘛，当然是都要啊。欧莱雅的护发精油，这个我就坐不住了。两瓶它的赠品约等于一瓶精油的正装和300毫升的洗护，这个量啊都够用到我长发及腰了，跟这个平常算下来啊半价都不止。理肤泉的精华30毫升不30毫升，和平常比它就是半价，付尾款的时候你凑凑简单还能再减40甚至更多，而且他们家的面膜还有乳液几乎都是半价，你们慢慢挑，我先冲了。哎呀，双十一晚上熬夜蹲直播，白天拼团养猫就已经够累了，像这种很费脑筋的功课呢就由我来给你们做好。关注